全体居民同志们注意了，接上级紧急通知，今天起封锁东港一园，在未来72小时内昼夜对我社区所有人员统一进行核酸检测，检测前居民们先准备好身份证在家等待，不要出门。各楼楼长负责通知本楼居民，本次核酸检测是强制性免费的，请无条件配合，以后将凭此次检查结果发证出入东港一园。为通过任务，政府将安排专人配送到小区指定地点购买。